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六百零二面，啊，六百零二面第一行一表。 能催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遍真实地。我们前面学习十波罗蜜啊，学到第四，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五。 长度三星，嗯，禅梵语、诸云禅诺、华严经律，此长度有三种。 就是六度里面的禅定不罗蜜。禅定这个名词是繁华合一啊，禅就是禅道，这是梵语。啊定呢，是我们中文，因为。 禅诺啊，ano, 有定的意思，所以古大的翻译啊，把它合在一起啊，翻为禅定啊 <coughs>。那么禅诺呢，它有静律两个意思，静就是静止，就是定的意思。它定里面呢，有境界。 啊，不舍空无所有，才有境界啊，所以有律。也就是呵呵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呵呵禅禅定呢、啊、也有三种，第一种呢叫安住静虑。 底下注解呢，注的很好，很简单。乱想不起，深入禅定 <coughs> 啊！禅定有深浅不相同，这禅定的正意 <coughs>。乱想不起。 哪些是乱想？无名是乱想，无名很深。无名是什么呢 <coughs>？对，一切法的真相啊，不知道、啊，不明了、啊。 啊，所以佛把这桩事情称他做根本烦恼。啊，所有一切妄想都从这里生起来的。如果你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了，你就不会有妄想。啊，正是因为不知道。 才胡思乱想啊！啊，最危险的胡思乱想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没有感觉到。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起心动念？ 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现在起心动念？这个证据就是有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这现象从哪来的？现象从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讲的波动。 啊！世尊问弥勒菩萨：“心有所念，这是说凡夫。凡夫动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很粗，我们自己知道。嗯，动个什么念头？啊，看到喜欢的东西，动念头了；喜欢的，不喜欢的，动念头了；讨厌的，嗯、喜欢、讨厌都是动念头。” 啊，念头更深的是，嗯，想控制它想占有它那这都是念头。啊，佛就问了，像这样的念头，它里头有多少根细念？啊，有几念？有几项？有几识？啊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：一坛子。有三十二亿百千年。 啊，三十二亿百千年，我们把它算一算，就是三百二十兆哦，这一坛子三百二十兆，三百二十兆个念头，你看看，如果我们这一秒钟来算的时候，那一秒钟里面就是有一千六百兆，一分钟六十秒，一分钟多少念头？一秒钟就。 就一千六百兆了。这个念头一断的时候，一断相就没有了。相是虚妄的，就从念头起来所以有念头，有有相就有念头，无相就没有念头了。啊，这就很很明显的证证明啊，你你有念头啊，你念头太危险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 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此地讲的乱想不起，包括这个根本无名，啊，就是这些细念、细念、粗念，通通都在里头。大定，细念没有了，啊，那是很深的大定，啊，像。 经上告诉我，八地以上啊，八地菩萨以上，叫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妙趣。啊，他们在那个大殿当中，这些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一切众生微细的念头，他都知道，他自己没有了，他才能看得到别人。 啊，他自己有，就看不到别人，啊，所以定功深的人知道定功浅的人，定功浅的人不知道定功深的人。啊，那么真正讲，我们讲出世间禅定，啊，世间禅定不谈它。 世间禅定是四禅八定，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啊，你比如说初禅，他能知道欲界的定，啊，欲界哪些人有定呢？夜 <coughs> 摩天、斗帅天、花罗天、他花自在天有定。 啊，初禅对他们已经知道，但是初禅不知道二禅，二禅比较高。二禅知道初禅，不知道三禅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阿罗汉能知道欲界天地人的定，四禅八定。 他不知道菩萨的菩萨比他高啊！阿罗汉的定是什么呢？见死烦恼不起，不错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阿罗汉不会起身见，也就是不会执着这个身生活。 啊，这个不用阿罗汉了，连须陀环就放下了。须陀环把三界八十八瓶见惑断了，啊，八十八瓶见惑归纳为五大类：头一个神界，第二个边界。第三个见取见。 戒取见，最后一个邪见，啊，这些统统断了。我们在前面学八正道的时候学过，八正道第一个正见，啊，正见就是见或断了，啊，正思维就是思或断了，啊，就八正道前面两个。 是阿罗汉的境界啊，后面是大乘菩萨境界啊。那么刚刚破见火，小乘出口大乘是性位里面的初性菩萨。 这个我们都花眼睛知道啊，啊，这些明白之后，晓得自己在佛法修学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啊，好像爬楼梯一样，我们知道在第几层。 啊，上面还有，不断要向上提升。啊，不能够止于这个地方，止于这个地方就错了。要勇猛精进。啊，所以精进就是提升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菩萨。 乱想不起啊，啊，是什么呢？尘沙烦恼不起啊。那么到佛的地,地位呢？无名烦恼不起，这乱想啊，啊，深入禅定，这是禅定的本意。 啊，后面两条是禅定的启用，所以禅定是活活婆婆。不是死啊，第二呢，引发精律。 这是禅定的意思，智慧现前生诸功德了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这个第二就是智慧开了。禅定当中智慧开了，智慧开了，并没有把定失掉。啊，如果智慧开了，定没有了，那个不是禅定，那个不是界定慧。 那那就有问题了，啊，那不是真正智慧，真正智慧一定定在慧中，慧在定中，啊，这是真正智慧，啊，不是智慧现前定没有了，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啊，还有，定当中有戒。 不是说得定之后戒不有戒没有了，那么你就晓得，定开了智慧，戒有没有？戒有。戒叫什么呢？道功界。啊，开悟了，戒跟道融合在一起了。得禅定的时候，戒跟定融合在一起，叫定功界。 啊，不是说没有了，借融入的禅定当中，啊，禅定开智慧，禅定融入智慧当中，啊，所以智慧里头决定有定有界，啊，没有界定的智慧叫狂慧，不是正慧，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 啊，千万不能搞错了啊！所以他生诸功德了。如果会现前了，没有定，没有戒，他生诸烦恼。那什么呢？他乱想起来了。啊，因为他有定有戒，没有乱想。 啊，生功德了，生功德才能办事，所以第三个是办事精律。啊，你看为功恒远成，利益众生呐。啊，菩萨示现在六道，示现在设法界。 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他决定不失鉴定会啊，会能办事啊，鉴定协助会，他不乱了。 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这个与自信相应，与性德相应啊,啊，所以这是波罗蜜的境界一定要知道啊，知道。 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到了？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行禅定波罗蜜？真的禅定还是假的禅定？通常讲六度，厚厚生于浅浅。 后面必定都包括前面啊！那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有布施，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见进，全都有啊！绝对不会失掉的啊！我现在在第五层楼，下面四层一定有，没有这层子就不存在了。 啊，你有布施，未必能持戒，未必能忍辱。啊，不一定有他。可是，你有持戒，决定有布施。啊，你就决定能放下。啊，你有忍辱，你决定有持戒。厚厚生于前前。啊，那么此地讲十波罗蜜。 啊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最高的第十一定包括前面九个圆满的，这是菩萨道，这不是小法了。第六，会度三心。 这是讲般若，此慧此慧度啊，有三种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凡愚成般若,般若，般若。第一种，真空无分别会。为。 平等照料俗地之法，无生灭相。生是众生，也就是万法，众缘和合而生，称之为众生。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。 诸位想想，哪一样不是种缘活火生的？啊，我们人这个身体，粗舍啊，就分成五大类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大类活火啊，种缘活火现在这个身象。 初学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前辈的老和尚这样教我们了，我们也就全盘接受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知道比他们多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佛所讲的无运后，这是基础。 这是什么？是所有一切现象的根基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在今天科学讲的三种现象，我们可以称它作。 自然现象，因为一年不久，这个现象就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呢？阿赖耶，阿赖耶的四分，法相中说的。 啊，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称它做能量；阿赖耶的见分，科学家称它为信息；阿赖耶的相分，科学称它为物质。阿赖耶的三现象。 啊，这叫阿赖耶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真的宗教里头所说的造物主啊，整个宇宙都他造的。啊，他会变呐、啊，阿赖耶会变呐、啊。啊。 为什么呢？阿赖耶的有思有想啊，啊，只要有思想，这个五蕴就随着念头起变化。四生法界是他造的，六凡法界也是他造的，四生法界。 纯净、纯善的意念，就成为净土啊，就成为圣人了。啊，六法里面完全是染污的，善恶混杂。 啊，不清净的相啊！啊，三善道这、就是、善的善念变现出来的，三恶道恶念变现出来的，全是念头，没有离开念头啊！能造十法界的。 无云呐、啊，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无云皆空。这样无云不可得啊！他照见是什么样子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：夜谈指三十二亿八千年。你看，念念成形，这就是色。 形皆有实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，它是离不开的。你看，一秒钟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那个里头，有色受想行识。 今天被科学家证实了啊！科学家很伟大了，很了不起啊！这是宇宙的奥秘啊,啊，被他揭穿了啊！这个奥秘并不是秘密，是神秘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够知道。的。 啊，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文明，他想用科技工具是是没有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古时候怎么发现的禅定？嗯、甚深禅定里面看到了。啊，禅定是限量境界，不是比量。啊，今天科学家他没有禅定，他用机械。 他用科学的技术，啊，用仪器，啊，发现到看到了，这这也很了不起，啊，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，有好处，啊，这个好处是知道佛经上所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把它证明了。 啊，所以深空无分别会，啊，深空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人生万法”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法。 体现什么是空，是了不可得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那一切法就在面前，深也是一切法之之一。啊，这个意思、啊、太深了。 八地菩萨见到了，当然得受用。啊，七地以前没得到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是解悟，明白了，不是正悟，不是正悟不得受用。明了知道有这回事情，不得受用。那根据佛所说的，那七地之前都是解悟。 不是正悟，八地正悟了啊！正悟所得到的受用，跟佛一样了啊！八地以上这五个位置的受用啊，到什么时候用？彻底放下了，真的不再起心动念。 啊，就像袁了凡一样，啊，《了凡四训》很多同学读过。啊，袁了凡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，那是定啊，是不是真的定？不是。 不是佛法定，他是定，因为佛法定里头，静它有虑，它有静，它没有虑，也不容易啊！啊，云谷禅师对他赞叹佩服啊！啊，凡人做不到啊，三三天三夜做的，不奇个妄想。 赞叹他的功夫不错啊！啊，你怎么修的、啊？廖凡先生说：“我没功夫。那你为什么不祈妄念？我的命格孔先生算定了，我祈妄念也没用，所以算了，干脆不祈妄念了。”啊，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！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，那就算。 那有定，那个定面无想定，也不错。世间禅定、四禅定无想定，就他什么都不想了。命算给人算定了，想也是妄想，白想了，何必去想他？所以了凡先是无想定啊，不是佛家的禅定。佛家禅定里头有境界。 啊，有劲有绿，他有劲没有绿，啊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了凡先生为什么能做到？啊，什么都不想，因为他命比被人算定了，而且证明了。他十五岁，孔宪给他算的命，他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十多岁了，现应该差不多将近四十。 他说：“二十年吧，啊，十五岁、二十五岁、三十五岁。”他说：“二十多年来，孔先生给我算的一点都不错啊！算六年，每一年好像都是命中完全安排好的，一点都不差啊！”他是个读书人，参加考试。 的第几名？啊，每一年，啊，政府给他的粮食，啊，多少担，多少斗，完全是等于说是通通算定，丝毫不差。他相信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什么都不想了。 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呐、啊！这一句话呢，了凡先生呢证实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话没证实啊。了凡先生把这两句话证实了：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云谷禅师写告诉他。 命不是真的啊！因为你相信他，你守住他，你也不做善，也不做恶，天天随着命运转，你被命运拘束了，你死在命运之下了。啊，廖凡也很聪明。 现在这个话醒过来了，那命从哪里来的？那过去生中造的，人都有命运呐。为什么别人都不像你？你死在命下，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每一天有善念，有恶念，有善行，有恶行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。 啊，小的我念减分，小的善念加分，大的我念除，大的善念成，天天有加减乘除啊。但是加减乘除幅度不大，所以那个命运呢，还是算的挺准。 如果你是很大的山，很大的窝，算不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超越了，就算不准了。啊，这些话，廖凡先生听懂了，向云谷禅师请教啊，怎样改造命运？ 啊，云谷禅师告诉他的：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给他供过歌，啊，叫他每天去反省。啊，哪些做的不善的记下来，做善的也记下来，两个对比。啊，天天去对照，用这种方法，不到一年。 孔先生给他算的这个不准了啊！第二年参加考试，他命里的算的是第三名，他考了第一名，就超越了啊！所以禅定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活泼泼的啊！那会觉了更活泼了。 所以无分别的智慧，注意想想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当然没有。菩萨智慧啊，他能够平等照料宿敌。宿敌是世俗，哪些呢？十法界，菩萨对十法界。 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是广义的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呐、啊。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都叫众生。 啊，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，生空无分别为。啊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无生灭相。他看到所有一切众生。 不生不灭，但我们看不到。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是相似相虚相，没有看到真相。啊，不是相虚相，相虚相的是前前年跟后年完全相同，那是相虚。 前面的像跟后头不一样啊,啊，真的像我们看电影，啊，哎呦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卷电影的底片，啊，这个底片摄像里面叫正片。 啊，就是幻灯片啊，荧幕上还是可能看得清楚。你看，一格它就是一张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，张张不一样。啊，大同小异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它的速度是二十四张。 我们在银幕上就看不出它的真相了，看起来，看起来让我们眼睛看花了，以为是真有。其实每一张每一张幻灯片，啊，它给你连续起来了，产生了幻觉。那、啊、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，就跟这幻灯片一样。 那一秒钟多少兆呢？一秒钟一千六百兆。这个玩意一秒钟二十四，二十四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，啊，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好像是真的了。啊，电影里面撑个拳头打你一拳的时候，你自己吓一跳。 啊，你不知道是假的，啊，幻觉，啊，有没有生命呢？没有生命。在电影里头，张张都是不生不灭的、嗯，啊，所以生如万象啊，都是不生不灭。 你能看出不生不灭那真相啊？不生不灭是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所以大乘佛法了，佛常常讲啊，即在当下。可是跟你说当下，当下不存在，已经过去了。 金刚经上给我们讲：，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回来。说现在，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。啊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未来还没来。三心不可得。 这就是无生灭相啊！你什么时候能在现象里头看到这个相不生不灭？你是菩萨。平等照料说敌，我们现在虽然只是解悟，没有证悟。 可是，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看世界，养成习惯呢，慢慢我们就入境界了。入境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于一切万法不动心了，啊，不会起心动念了，这对我们的修为有好大的帮助啊！ 啊，这是世尊讲经教学，我们要是学会了，叫真实功德。啊，怕的是什么？我们没听懂，不能救；第二个听懂了，不会用。 不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待人处事之处。如果要会用了，你这个心里面呢，七情五欲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人喜欢他，没有这个喜欢的念头了；讨厌他，没有讨厌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真相明白了吗？ 啊，不了解真相，哎呀，以为的是真的，啊，所以你会起心动念，你会分别执着。你要把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分别执着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佛的境界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分别执着。 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是菩萨了啊！菩萨不错了。菩萨对待一切众生，决定是平等的啊！日常生活吃饭不会挑剔，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，不会挑剔。 啊，他没分别执着吗？啊，还有这个好吃，多吃一口；那个不好吃，少吃一口。不行啊，是反复啊！啊，你的平等心、清净心没升起来啊！真的，他能帮助我们回归到清净平等处。 第二个法空无分别会。啊，这个会就是般若啊，法空无分别的般若，身空无分别的般若，为平等照料真谛之法，无限的空啊。前面是讲现象，现象。 无生灭相，万法皆空。这个照真实产是自信，本性有没有？有。本性是什么样子？本性本空，本性真有，不是没有。它不生不灭。 啊！慧能大师见性呢，为我们说出来：哦，本现实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！为什么说它本空呢？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。 他什么现象都没有，他能生一切现象。啊，本身什么现象没有，能生一切现象，所以本性本空。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说本性本善，那个本善是什么意思？ 我们想想，慧能大师这五句话，“本善”这个“善”字就包括这五句，啊，包括清净，包括不生不灭，包括本自具足，包括本无动摇，包括能生万法。这本善呐、啊，这就是佛教。 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我们用佛经来解释“呃，本性本善”，啊，把它讲得更清楚、就更明白，啊，把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这个“性”啊，讲成了佛性，讲成了自性，啊，把这个“扇子里面呢丰富了。你看，说出这么多的意思，啊。 本自清净，本善，本不生灭，本善，本自具足，啊，本无动摇，本善，很难生万法，啊，那么这是照真。第三呢，具空无分别慧，就是真俗全照。 啊！真素全照、啊，全照中道啊，超前二空啊，悉界平等，是为回度。啊！那从这一句，我们就晓得了，深空无分别慧。 是二乘智慧，全教菩萨智慧。第二，法空无分别慧是菩萨智慧。第三种是具空无分别慧是佛的智慧。这个地方，佛的智慧，《华严经》上。 粗住以上，就是佛的智慧，法身大死。啊！啊，他们住在一真法界，就诸佛土啊，法空无分别会呢。 不方便有余图。深空无分无分别会呢，是方便有余图的前面两种，就是声闻缘觉。啊，化空呢是菩萨跟佛，六道里头没有啊。 所以六道叫迷惑颠倒啊，没有真智慧。啊，这个后头有个小注，什么叫速地？为建立一切法，从相上讲的；真谛呢，明觉一切法，从理上讲的。 从性上讲的，啊，也就是一切法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。啊，真实智慧啊，通通看清楚了。啊，我们常讲现象、理事应苦、因果。 彻底通达明了，发生菩萨，是若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体啊，般若波罗蜜起作用，后面的四条方便历之智。 通通都是从般若波罗蜜里头开出来的，啊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在日常，啊，现象、情，没有般若波罗蜜，后头这四条全都没有，啊，那么第七个方便也有三种。 第一个，进去果相方便，为修筑功德回向佛国怎么个回想法？念念回向偈，就算回向了吗？有回向的形式，没有回向的实质。现在修佛同修，多半都是这样。 所以真实的好处没得到，啊，形式要有实质，这个形式就起作用。实质是什么？是真心。啊，我每天回向，求生净土，只是说说。想不想去？不想去。如果说现在想去，不行啊，我不能死啊。 如果我们这个佛堂挂个招牌，七天一定往生，叫大家来打夫妻没有一个人来，七天就死了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不可以啊。所以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，我们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阿弥陀佛，现在来接引我，我欢不欢喜啊？ 啊，我是不是马上就跟走，什么都不要了？啊，马上就走了。啊，那就是真的，那是回向的实质，所以我们今天回向不是真的。啊，天天念的求生净土，实在讲的是阿弥陀佛也来，我吓到了。哎呀，这不行了，这要死了。啊，还是贪生怕死。 那、啊、大成教你给我们讲，没有生死啊！啊，我们对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，还认为是真的有啊！<coughs> 啊，所以佛法真正那个受用，我们并没有得到。 啊，我们得到的时候，那只是百分之一二，太少了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起入之后，你得到的就非常丰富。这是取向佛国，真的。啊，女修净土确实，念念都希望求生净土。啊，所以。 古大德教给我们“幸运二门”，这佛经上讲的。对于娑婆世界，要有决定心离开，要放下它；对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有决定心想得到。 它才能起作用，什么作用呢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的作用。啊，我们寿命没到，能不能去？能去。你真心求，我寿命不要了。啊，真心求，寿命不要了，佛还没来接引。 这种东西不是佛不理，你还有任务没完了？你有没有任务？你有什么任务？啊！这些苦难众生太可怜了，我现在还有这个缘分。 劝导大家啊，把极乐世界、李 <coughs> 四因果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，让这些有缘人觉悟了，也能够真心切愿求生。这就是我们任务。 这我们跟众生有缘，有缘呐、啊。如果没有缘了，佛就来接应。啊，肯定来。什么时候想去，什么时候就来接应。啊，真心跟他是相应的。啊，妄心他也知道，你有口无心，现在就见你，你吓死了，你对这个时间还有贪念。 不来接应啊！换句话，真想去的时候他就来了，哎，你假想他不来啊。第二，方便的第二种。 调会又无方便，未能善巧融会真素二谛之力。啊！这是自受用啊！你有这个智慧，因为你有般若智慧呀，所以你才能善巧。 融会，啊，真俗就是空有，真，是空的，俗是假有，啊，对于这个真空加油。你能够把它融会贯通，说真空就是加油，加油就是真空，真空在加油里头。 啊，也就是讲自信，自信在哪里？自信在一切法里头。一切法在哪里？一切法在自信啊，性相永远是融通的，没障碍。啊，性在相中，相在心中。啊，大乘经教里还说。 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那是讲真心，也是此地讲真谛。啊，真心就是此心，真心在哪里？真心在万法里头，一切法都有，一粒尘沙都有。啊，我们身上一根汗毛，汗毛尖端上都有。如果没有，它是本体嘛？ 如果没有啊，相就没有了。它能现相吗？能生万法吗？啊，你看《还原观》里的说，三种周遍的第二遍，第二种，出生无尽。这个出生无尽就是变化无尽呐、啊，不止千变万化。 随着你的念头，它在变化，而且念头，一般人不能控制啊。什么人能控制？有定功的人能控制。没有定功的人不能控制。没有定功的人，真的叫乱想。 啊，前面第五禅定段、禅定度里头所说的乱想不起，那、这个乱想用的好啊！啊，真有定功的人，他才能控制。啊，所以没有定怎么行呢？没有定，我们的佛念不好。啊，佛号就是什么？ 渗透很多乱象，把佛号功夫破坏了。啊，道理在此地，可见的真修行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 啊，十波罗蜜其实是一桩事情，就是真修。真修必定具足十波罗蜜，不能把它一个一个分开的，个个独立，不可以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”啊，譬如这里面四十条。 一是每一条，一切呢，是一条具足其他的九条。你比如说布施，布施里头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精进，有般若，有方便，远离之，通通都有。啊，这就是一切一切。啊，现在我们讲的方便波,波,波罗波波罗蜜，这个方便里头有布施，有持戒。 有人辱，有精进，有禅定，有波若，还有后头愿离智，通通具足啊！这才叫圆融啊！啊，此地讲善巧融会啊，真空妙有啊，俗世妙有。 第三不邪不受方便。啊，这对众生的帮助，众生的为八济众生，啊，八十八苦，啊，济是济度，啊，要度众生，啊，慈悲救济众生，啊，了达能所皆空。 啊，我能渡他，他是我所渡，能渡所渡皆不可得。我们今天毛病在哪里呢？我能渡啊，我去渡他了，能渡我渡皆有啊，不空啊。 这个借由里头麻烦就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这里头会生乱想，会生情痴。会起分别，会起执着，不但不能度众生呢，连自己也陷下去了。 自他俱不能图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了达，能所皆空。 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呐、啊。可是世上怎么样呢？世上绝不舍利，你会很自然、认真、努力去做，会做得很圆满。不舍离众生，你看，不舍离众生，又能所皆空。 这里头什么？这里头是智慧。这里头没有情执啊。那为什么要去度他呢？看到众生苦难，为什么要去度他呢？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个自信自他不二。 啊，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都是有缘众生。没有看到，没听到，没接触到，无缘。佛不度无缘人。啊，既然被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他有苦难，就要伸出援手，就得要帮助他。 啊，怎样去帮助他？有智慧，不是感情。啊，这种智慧的运用就是慈悲，慈悲就是智慧。啊，帮助众生当中最重要的，无过于帮他觉悟。 啊，那帮他觉悟，就是就是要教他。所以，金刚经上讲的很好：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为人设四聚集这说明什么呢？再多的发布这个财布施，比不上法布施。法布施他觉悟了，觉悟问题解决了。 再多吃保送给他，没解决问题。他还在米啊，他还在，还不悟。这不能解决问题是。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，天天在那里布施，三种布施圆满具足。 你看，你为人讲经说法、教学，你要用用身体，你要用智慧，你要用气力，你要用口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内才不是。啊！我用这个身体，我用我的智慧为你服务啊！内才不是啊，才不是啊。 那给你讲的都是些方法道理，这是法布施啊！你听了之后觉悟了，醒悟过来了，你明白了，这叫无为布施啊！你看，一个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三种布施去做。啊，一结是三，三结是一。 啊，不是分做三桩事情来做，一下就做完了，就圆满了。世尊的慈悲救世啊，全是讲经教学，现身说法，啊，他表演出来，做给你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财布施。 内才不是啊，做给你看的啊，你看明白了，那就发不是啊，所以表演出来里头也是三种不是，口里头说出来也是三种不是。 念念不舍苦难众生，是意业的三业波三种波识圆满具足啊！啊，后面的吧？愿度啊，此愿有三种啊，什么愿呢？ 我们看底下第一个求菩提，这是正缘。为自求佛果。我们这一次这一生当中，只有这么一个愿望：不想升官，不想发财。对于世世间法一，一开。 没有这个意愿啊，只有一个意愿想成佛。什么叫成佛？这个要知道啊，佛是智慧呀、啊，佛是觉悟啊，就是要把自信里面的。 智慧觉悟找回来，这叫成佛啊？怎么叫找回来？因为自信的智慧觉悟是本有的，所以叫找回来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迷了。 迷失了自信变成众生啊，变成六道里面的众生，什么回事去？去六道众生真正觉悟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就叫做佛。佛跟众生是一,一，不是二。众生在迷惑状态之下，佛呢在觉悟状态之下。 如是而已啊,啊！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句句话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智慧觉悟找回来了？要啊！ 为什么不找回来？太苦了。我们都感觉的做人好苦啊。那、啊、再仔细看看的时候，六道哪一道都不都都不自在，都不圆满。啊，天人的福报很大，也有生老病死。 啊，也有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，通都有啊。啊，逃离天主，还有冤家对头，阿修罗、罗刹，啊，常常找麻烦，还有还引起战争。 啊，所以佛说的好啊，佛一生只有一桩事情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那我们要想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首先自己破迷开悟。啊，我们跟佛菩萨学习。啊，自己的迷确实破了，悟睁开了，我们可以跟佛菩萨一样。 去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灭开悟，所以头一个要自求佛果。啊，自己没有觉悟，不能觉他。啊，自己要想真正觉悟，不能不放下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：你为什么没得？ 就是你一个念头错了，把身当作自己，你的根源在此地啊！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 啊，从阿赖耶里头迷了之后，就出现了一个莫那什。啊，莫那什就是自己，这就就是开始迷了，一迷到底呀、啊。啊，莫那什是什么？莫那什是自己的情痴，啊，他的性质。 是我见坚固之处有个我。啊，里面居住了贪嗔痴。啊，有我爱，我吃，我慢。 啊，我慢就是嗔恚，我爱就是贪爱，啊，所以经常告诉我们四大烦恼长相随啊，从哪里起来的？从我开始迷的时候就有，所以这个烦恼叫居生烦恼。啊，烦恼的本质是什么？烦恼本质是智慧。 这一迷了，智慧变成烦恼。这要晓得烦恼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他不迷就是智慧啊！啊，不迷的时时时候，那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就是这讲的六度十度。 就这些东西啊！啊，佛很不容易啊，早年也是迷惑颠倒啊，啊，他修正、正德了，成功了，还原了，现在帮助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人也能够还原。 这是佛陀的教训，这叫佛陀教育啊！所以第二个，利要他愿，为救度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很不幸，跟我一样都迷了，我现在觉悟。 我要不要去帮助他？要，为什么？他跟我是一体。啊，圣人，同体大悲也，无云大慈，无缘是无条件的。啊，慈是娱乐，是爱；悲也是爱，悲是怜悯。 啊，他跟我同体，所以，我尽心尽力为他服务，没有条件，是为自己，不是为别人。啊，我们同一个自信，啊，利要有先，救度众生呢，是从这里升起来。 真是智慧啊，第三个，这个院呢，外啊外化院，外是身外，化是教化，有钱众生。 一起自利利他之愿。自利利他要怎样落实？要教化众生啊！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都懂的。老祖宗教导我们，教学相长。 你要想成就你自己德行智慧，你要教人啊，教人就能提升自己啊。不肯叫人，你永远没法子提升。所以二成就没有办法了啊，甚至菩萨有时候呵斥二成说他们是外道。 就心外求法啊！如果真是执着在小乘境界上，不能回小向大，佛都呵斥他们呢。他们错了啊！要懂得回头啊！啊，你学的那一点是没错，不圆满。 只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脱离十法界，你没有见性啊！啊，这以十法界里头，你看看声闻、阿罗汉，啊，再上去辟支佛，再上去菩萨、佛。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盼他走，向四界佛。 不是正佛，假的。啊，为什么说他假的？他用阿赖耶，没有转阿赖耶为四智。啊，转世成智是政佛，没转过来，就是相四即佛。可以说，他用阿赖耶，跟我们六道，跟我们一样，他用的正。 我们用偏了，用邪了，他怎么会用的正呢？他学佛，他完全依教奉行，啊，佛所讲的他全做到了，他非常像佛，啊，可是他还起心动念，啊，那真正的佛呢？真正佛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用的是真心。 齐心动念用的是阿赖耶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如果他转识成智了，他是真佛了，他不是假佛了。啊，所以是真佛就没圆满，智慧没有用圆满，啊，所以为化身大事。 十八庄严土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都叫做分真即佛，啊，他们也圆满了，圆满只有一位，华严经上的妙觉。你看等觉再上去妙觉，那是圆满了，所以那叫就近佛果，就近圆满了。啊，等觉以下。 这四十一个也一位菩萨，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叫分正即佛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，啊，但是它不圆满，为什么不圆满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明没有了，这个要知道。 他们确实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这无名习气,气非常难断，也没法子断，啊，只有不去理会，时间久了，它自然没有了，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三个阿僧奇劫就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啊，完全没有了。 就是妙觉如来了，究竟佛果了，这个完全没有了。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十八图不见了，这到哪里去了？到长极光去了。真正是回归自信了、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看那个，看那个大循环。哎，你看，一念不觉，迷了。 好像这个起点，这是起点啊！得经过无量劫的修行，修行到明心界性啊，到这个分正分正的这个地位啊，就是原教初住菩萨这个地位，不起心不动念。 啊，无名没有了，无名的吸气呢，要经过三个二生气节，完全没有了，啊，完全没有就又回归到起点了，回归到自己，哎，一个大圆环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回归到起点还会不会再迷了？佛说不会了。 啊，等于说你到外面去游历了一番，现在又回老家了。回老家还去不去了？不想去了。不想去能不能起作用？起作用。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。感应的时候有没去？没去。妙了，太妙了。为什么？既然是。 其如是，就是跟自信融成一体。自信什么现象都没有，三种现象都没有了，啊，没有自然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啊，跟自信融成一体，自信变法界虚空界，什么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在那里就圆，啊，不是说从这来那来，就先度到钱。 啊，楞严经上讲两句话讲得，讲的讲的好。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众生有感就出现在的面前。啊，感消失了，他就不见了。啊，都在现前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哎，也没有此界，也没有他方。这这。 我们现在用一句话，也许能够稍微理解，就是不同维次空间，啊，或者我们用电视屏幕做一个呃比喻，不同频道，全都现在这个屏幕上，这个屏幕就好比是自信，好比是长激光，啊，几百个频道通通在一个屏幕。 所以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啊，时空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教化众生呢，是自利利他了，啊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自己没有修了，自己到了顶头不起心不动念。 他修什么？他们完全是因众生有感，他他们就有因。啊，因现身说法，现身没有起心动念，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身呢，不现而现，现而不现。 受罚呢？受而无受，无受而受，这是真的。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无为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，是究竟圆满的境界。 啊，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个不是啊，普门群寄送藏观身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可以同时应。啊，那个千是形容多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啊，众生祈求同时也。啊，应而无应，无应而也。 啊！现身现而无限，无限而现，不可思议啊！说法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这个地好像越讲越玄了，全都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这个法身菩萨在这个环境里，慢慢让时间。 把那个五十五名习气淘汰干净，圆满回归长寂光。啊，这叫外化有情，所以一起自利利他之愿呐、啊。啊，起这个愿有没有这个愿念都没有。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！如果有怨，你还有怨的念头，你着相了，这是凡夫啊，不是那菩菩萨境界。菩萨有没有怨？有，有没有相？没有。这个很妙，这个我们真叫不可思议，你无法去想象。 因为我们太着相了，无量界来都着相，现在碰到一个不着相的，我很难理解。啊，他不是我们境界，啊，可是他讲的是真的。我们这个生活是虚妄的，虚幻不是，啊，他们是真实不虚，啊，那么这是烟度的三种。 啊，第九力度。啊，力度三阶，力是什么呢？利用。这个力度啊，也有三种。我们今天讲能力。啊，或者是讲德能。 啊，这个德字里头有界定慧，我们能力里头没有界定慧，只能说能力。能力里头有界定慧，这就德能。菩萨有德能呐、啊，小臣也有德能呐、啊，所以他不是凡夫。 啊，连个须陀环都成圣人了，啊！大乘法里禅称所小小圣，他真的是圣人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落座的凡夫，他真得了位不退。他虽然没出六道轮回，绝不堕三五道、啊。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超越轮回了。 啊，这小小声呢！啊，我们把这些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修学的方向正确了，目标正确了。啊，我们不能走他们的路子，为什么？他们路子太太难走，要断烦恼、啊。 要断习气太难走了。我们今天有幸碰到金钟法门，待业往生。啊，我们可以将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慢慢再把它消除。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无比的殊胜。 《佛在经上》告诉我，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，没有缘分。我们有缘分，今天遇到了。啊，遇到了要不能把它抓紧，当面错过，那叫真可惜啊！啊，你自己要常常想到。 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才碰到一回呀，不一定碰到。啊，彭济千句士讲的好：“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怎么会被你碰到？我们真碰到了。” 碰到了下联句的惠济本，集什么集大臣，精教的大臣啊，集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可以说是大臣、小臣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脚下，这教义全都有，通具足了。 啊，就这一样东西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学全在其中，这得了吗？无上的法宝啊！啊，黄念老的注解是起经论注解，一经注解啊，这经论注解。 古今中外，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即这个大成。啊，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呐、啊。华严经上讲啊，一切一切,一切，一切皆一啊，一切华严经归一切经，归到华严，叫华严，叫一切经，华严归无量寿啊，幕后啊。 这太明显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北京路啊！这样书信的镜头，我们不能说获无上的演义在表演呢、啊，给我们看了、啊。 啊，华严归净土啊,啊！五十三餐最后一餐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，你还不觉悟吗？你还会有疑惑吗？ 啊！如果还有疑惑，还不相信，还有胡思乱想，那善根福德有问题啊！啊，善根是什么？能信、能解；福德是能修、能正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真。 啊，所以利用三种啊，第一种思则理，这是智慧。你有智慧，你才会选择为思维选择一切善法而得其利。啊，我们今天用真实智慧。 选择经宗法门，选择无量寿经会集本，选择黄念祖的注解啊，黄老的注解真不容易。我到他家里去拜访啊，看到对的这些参考资料，我问他老人家。 你从哪里得来的、啊？就不可能呐、啊！他笑着告诉我：“三宝加持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当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金教啊，心里想的这参考资料。” 啊，在古人书籍里头提到的哪一种哪一种，我心里就想啊，这参考资料到哪里有啊？哎，真的，心想事成，过几个月就有人送来，一送来，哎呀，就是心里想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学冷眼金，找冷眼金的古著，居然有超过二十多种。 啊，所以李老师奇怪问我：“你从哪里找的来这么多书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天天想，想他就来了。”啊，而且都是现状的，都现状书，木刻版本。啊，所以你真想真干，佛菩萨真加持。啊，这心想事成不是随便说的。 是真话啊！因为你想的是善法，你想的是自利利他，专门想自利恐怕不太有感应。决定是自利的他，为什么呢？我先自利，然后我才有能力利他。啊，我自己不得自利，我怎么能够利他？我的自利是为了利他的。 这个感应就太快了啊！诸佛菩萨、龙天善神都会帮助你啊！只想自立，把利他摆在第二位，错了。我今天想的这个自立。目的就是利他啊！所以，利他是我的第一位，自利是第二位。 但是第二位先修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，人如果只有自利的心，没有利他的心，跟佛菩萨不会感应到家，会给谁感应？魔王。 妖魔鬼怪，感应到家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自利啊，所以仙中只是利他了啊，利他不能不先自利啊，道理在此地。 那、啊、第二呢？修习力，这都要智慧的能力为修行。速习书生妙行，这个速习就是常识熏修。啊，说是多数啊，不是一次两次啊。啊古人教给我们一门神书。 常识熏修，素习是常识熏修，这叫妙心呐、啊！书胜的妙心啊，不要读。啊，我无量寿经第一步行，我就在第一步行上用神年功夫。啊，十年不中断，天天锲而不舍。我们一遍分享完了，第二遍分享。 二遍分享完了，三遍分享。啊，那么这个一遍一遍分享时间大概两年，十年的时候五遍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任何一部经你都通了，一经通一切经通。 啊，你要搞一样啊，你搞多了不行的、啊。啊，搞花言也行。啊，花言应该怎么搞法呢？啊，像我过去这样细讲，一生大概只讲一遍。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当年清凉大师在世。 听说他老人家讲《华严经》讲了五十遍，那怎么讲的？我们能理解，那个时候人心善根深厚啊，不要这么细讲啊，点到为止啊。啊，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华严的时候。 啊，我听他老人家讲话言，听多少？听了一卷，第一卷。啊，第一卷听完之后，后头我都会讲了。啊，我就到台北去讲去了，我讲的进度比他快。啊，那一种讲法就可以。啊，不是讲的很清楚的，讲的很详细的，不是。 啊，又管用！啊，每一堂课，占两个小时，大概讲多少呢？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一页到两页，而不是我们这一句啊，要讲好多个、好多好多堂课。啊，那个讲话快呀、啊！ 啊，《华严经》八十卷，啊，一个月可以讲好几卷，啊，所以这一部经顶多三年月吧。啊，它有进度，啊，如果三十年的时候讲十遍呢，啊，清凉大师在。 他老人家活的岁数长，活了一百多岁。啊，讲五十遍，啊，那个我们就知道了。他一天如果讲八个小时，没问题。一天能不能讲八个小时？难，不是凡人呐、啊。一天讲八个小时。 我们就会相信，一年讲一部，十年讲十部，啊，五十年讲五十部。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讲过啊，一天八个小时，也讲了很长的时间，讲了好几年了。啊，不过那个时候，好多个道场。 啊，讲不同的经，不是讲一部经。这个地方请我讲这个，那地方请我讲那，所以这个课程表排的，啊，一天至少四个小时，多到八个小时，还有时候九个小时。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有些老和尚笑我：“哎呀，惊恐发师。” 喜欢讲经，我告诉他，不是喜欢讲经，啊，二是什么？喜欢学习。啊，当时我告诉大家，我不会讲经，我上台来练习，来学习，我会讲经了，我就不讲了。不会嘛？不会要练嘛？啊，到哪里学习？到讲台上学习。 讲台下面学不会，讲台上面学习。啊，讲台下面听众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见学，他们督促我，我天天向他提报告。啊，提出修学的心得，我是这个心态呀、啊。啊，不是我会呀，会了我就不必要了，不会就需要。 啊，搞了一辈子，越学越觉得不够，叫学无止境啊！啊，这么多年来都是拉拉杂杂的，搞得很散啊。讲了有好几十部啊，这个在修学上不是书生的事情，书生的事情也像古大德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 啊，所以我这一次从日本回来之后，我甚常常在想，有生之年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的榜样，也门，其他不想。啊，至少我做十年功夫，如果我还有这个寿命的话，今年八十五到九十五岁。 我就专讲无量寿经啊！如果讲其他的呢？九十五岁以后还要有时间，我还有寿命，还有体力，我跟大家讲华严经啊。那个华严经我打算讲三年一部啊，法华经不超过一年，楞严经不超过一年。 啊，这些大经我都可以讲。啊，这一门深入重要啊，十年是个技术技术啊，没有十年功夫不行啊，十年功夫在这个一门经上，啊，读经、分享、念佛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拉到了，肯定拉到了。我随时可以完成，你说多自在！啊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妨不碍事，随时可以走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没白来，老师没白教啊啊，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佛陀，啊，对得起护法。 啊，他们的护持分享这一份功德。好呀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